别走！我妈妈破病了，我想要替你祈祷啦！我要插嘴一下，然后坐下。 欢迎光临，是要钱啊，是要包鞋啊？鞋啊，摕一包。鞋啊，哦。啊，我等来。有人对来无？外口有人啦。哎呦，我著甲你讲过啊，你若要等来哦，你来敲一下电话，啊若无哦，要一个借住哦，啊若找对者来，嗯啊，啊这这你著惨啊。放心啦，这下无代志。无代志啊？ 钱也袂还了啦，啊，搁有欠收款，你莫放心，我会好好处理，袂去影响到咱兜。唔，安尼，你即摆紧赶紧来，去外口，去住外口，去住外口。不是，即摆咧住外口，住外乡咧就炸转来。我决定要转来我温暖的故乡，我还搁倒去台北。啊？我含万趁钱，互你即个会，我包庇了，袂饮料，替厝边隔壁。 查囡仔，无啦，这我台北工厂收起，确实欠人钱，也毋过我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哦，你放心，我会互你过好日子。好啦，好啦，我先来洗身躯。好好好，好啦，你这，啊这囡仔这不，哎，英啊，还没洗身躯，衫都换完嘞。 英啊，啊你哦，行李内底衫规拢臭毛，啊我即摆提一挂新的哦，甲放伫咧门口遮啦，啊等下把洗好甲换换尔。诶，洪来贵，查某囝阿舅啊，即摆做厨卫呢。那遮厉害。
是啊，迄砖头安尼出一个查某女主位，哈，有够厉害。什么主位？流氓啦，佫是查某流氓啦。你是知影啥啦？哎呀，啊，你身躯洗好啊，衫嘛换好啊，你用得走啊？我讲我要带落来，你哪会袂相信？你逐摆啦，一两年哦、喔，才转来一摆。啊，若变转来无半工啦，啊，着阁算啦。啊，你即摆形容讲要倒转来，诶、欸，啊，你逐摆厝边嘛？买去啊？买去啊？啊你厝买去，阁行人无够，无？你到底是欠人偌济啦？啊，你还阁有啥物代志？我毋知影啊。哦，欠当然是还阁有欠，啊，剩无济啦。啊，厝买去无所在通住，台北贵松松，还是倒来温暖的故乡较实在。你莫甲我监督，我会紧张啊！我甲你讲哦，大家遐尔配合伊，搁甲相片传来啊！这张相片若是收无好吼，你丢！这位姑娘啊，你生作遮水，我是要安怎转身？搁不了讲话尔，好啦，莫甲你看。这张相片，这是我细汉时阵的。哇，久久无看到这张相片啊！那是你一年级的时阵的相片。二年级。一年级，我记得真清楚，你年尾生，那阵就是一年级。哈哈，哦，水哦，哦，穿啊，敢那哦，淑女秀女的。阿英啊，这秀女哦，就教你了吼，啊，好好甲叫一下。淑女呢？嘿，三三。嗯，你啥意思啊？辛巴啦，个秀女的。你三二一，扎仙呢？是一年级呢。哇，真的有够厉害，都比较清清楚楚。那个时阵，你一日到点，点么性格有够歹。那我做起码，你就是霸凌同学。你莫有白讲哦，什么叫做霸凌啊？是遐查某囡仔要欺负我，我才甲伊修理的啦。人家意你就是欺负你。我上趟把人家意我安怎？我管，到今晚还袂结婚。你今晚是要跟我吐槽？我来甲甲你吐槽，我的意思是讲你的个性足豪迈，啊，恁爸阁是地方的头人，当然无人敢惹你啊。无差啦，为着无人介意我。谁讲的？嗯，你的意思是讲有人介意我？你的意思是讲有人介意我？是谁啊？